什么是未来的充电方式？如科幻电影一般进入房间，拿着手机就可以隔空充电。而今天我们将这未来科技带到现实，全球首发隔空充电技术，通过144根天线组成的隔空充电系统，将能量通过毫米波极窄波束的形式传递给手机，在半径数米的空间内实现了5瓦的远距离无线充电黑科技。不仅于此，还可多设备同时充电，移动中充电，边玩边充，甚至一无遮挡也不影响。未来智能家居将真正进入无线化，这不是科幻，这是科技。小米隔空充电技术。